说呀。这个是锣，这两个锣一个一八线，一个线拐。啊，我这是自己钻研的，我这因为我是个盲人，你看我这两个眼睛，这就不行。水平不低，这脑子相当直，你看根据这人设置，这不知道想了多少年了，也不知道练多少年。我钻研的这个时间是。就是最少2-3年的时间练的。一开始练的时候，鼓里拉，鼓里打，鼓里打，鼓里拉。现在呢，我练练，打也能打了，拉也能拉。这个锣叫的小，叫的小，鼓的小，叫的小。你看这个叫的小，你看。只要唱可以管唱。